男艺人 IU 近日在粉丝交流平台上与 Yuna 互动，意外发现所属公司一大米乐悄悄搬家， IU 却不知情的事件，公司与艺人缺乏沟通，引起粉丝们的不满。有粉丝在交流平台询问 IU， 公司搬家的消息是真的吗？信件寄送地址有改吗？ IU 则带点半开玩笑回应，没搬，难道是瞒着我偷偷搬家了吗？据我所知没有。没想到隔天一大米乐就发出公司搬迁与地址变更，现有地址无法收信的公告。其实事近一个月来，有粉丝发现寄去一大米乐的信件都被退回，便在粉丝交流平台提起此事。从 IU 的留言推测下来，公司似乎在 IU 不知情的情况下搬家，从粉丝那得知后才急忙发出公告。对此质疑一大米乐与 IU 缺乏沟通，让粉丝们感到荒唐。随后有还没向一大米乐询问此事是否将公司搬家一事告知 IU， 仅获得正在确认事实关系的回应。消息传开更让网友们为 IU 抱不平。